要送礼物的吗？是送给我的吗？来，有礼物，有礼物！里面还有我们。哇！哦，这是个猎人。我不是来宣传电影的。你不是伪装者吧？伪装者？还有什么伪装者？看我的眼睛。什么伪装者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要去吗？要去。我是第一神探，我怕谁？什么，小哥哥？严苛特风水，进阁断迹凶，我用来追凶。小明哥，走开！老强，走。老强，怎么样？小明哥，稍等，有线索。杜淳他们已经往那边走了，现在他们，杜淳在哪里？往哪里呢？他们看到小沈阳打电话了。 看到了啊，是不是小沈阳是？对，小明哥，我知道了，小明哥，刚才杜淳看到小沈阳打电话了，不是，那边有电影，走，去完成任务。宝强，你去看一下那边。我自己去，你去看吧，我害怕，我胆小，我害怕。你去，我没经验，你有经验，你去。缘科测风水，进阁断吉凶，古拿来探宝，我用来追凶，剑指东方。 猎人在北方，啊，宝强，别逼逼了，赶紧，我就说他不是吧？对呀，我你说我相信他吧。我们兄弟情必须得要，亲脸情必须得互相信任。E L L A， 坚定成功。什么 E L L A？ 你这是个学霸，坚定成功。下面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什么叫神探，真正神探，王宝强。我们是最佳组合。对，耶。 来，哇！哎，那谁 ，阿路，阿林被抓了，竟然这么沦到这种地步！从那个通道中间走，往中间往里面走。哦，这个啊，我靠，他。 不行，小明哥，宝强，出来我就亲他一口。爱的抱抱，神探归来，宝强，小明哥，宝强，哥哥，这活动活动，哎呀，我厉害吧？我刚才亲他计划，下面计划就是一个一个的通知，干，是人干的事儿，没人性，真不是我，这么结果都被逼的，结果都被逼的，我出卖兄弟，对不起，干这事儿，难过，怎么能当伪装者呢？我还干不干吧？这伪装者，这不是我强项吗？是吧？够，我来吧，我来引诱他。 我第一神探，我怕谁？不行，我来冒这风险。肯定是王宝强了，但是不可能啊！难道他是？但是不可能啊！我们俩一起认证过的。好呀，太棒了！我太爱我自己，太爱我自己，我这么厉害的吗？我能站到最最最最最最后。赢了胜利会乘以二。好好乘以二，我的妈！天哪，我们赢了，我看怎么能这样干出这么绝！5、4、3、2、1，妈，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我到没有人性了，我就赢了，双倍啊，两倍啊！我是胜利到最后的。 便捷伪装者王宝强赢到最后，获得整整85万纯真胜利币。曾经信任的好伙伴，竟然变成了内鬼，实在忍不住对善良的小明哥大写加粗的心疼啊！